Hello, 大家好 ，I'm Helen. I'm the anchor lady of Shenzhen TV English News Service.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，他叫 Mark Wolf. 我是来自深圳电视台英语五分钟的节目主持人，我叫 Helen. Mark， 跟大家打声招呼好吗？你好，我是 Mark 深圳老外。My name is Mark Wolf. I live in Shenzhen, and I love Shenzhen very much. It is a wonderful city, and I thank you all for watching us. 今天我们很高兴能邀请马克一起到我们这边来，要做我们的嘉宾主持，和我一起为大家共同演绎英语中最基础的部分——口语语音，也就是48个音标。首先呢，我们就一起为大家来演绎一下这48个音标都是什么样子的，怎么发。哎，注意看一下我们的口型，等学完我们的这个整个内容之后呢，你可以一样来把这48个音标放在一起试试读一读好吗？好，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的是元音，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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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五，五，啊，啊，五，来看看辅音，啪啪 ，b b t t d d k k g g f v v z z n n这48个音标哦，哎，看起来还挺好玩的啊。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，我们将会把这个所有的音标呢一一为您展示，并且带您一起进入我们这个奇妙的音标世界。首先带给大家的是第一期节目长元音一的发音。现在呢，我为大家演示一下，请看一下我的口型。发这个音的时候呢，是一，嘴唇是微微的张开，这样子。哎，然后舌尖抵下齿，这样子看一下动作啊，舌尖哎，然后抵下齿，这样子，嘴角向两边张开，露出微笑的表情。发这个音的时候，你就想一些好吃啊、好喝呀、啊，或者什么很有意思的事情，然后哎，露出会心的一笑，这么一笑呢，这个微笑的表情正好就是一的发音，也是我们学的 A B C D E 这个字母的发音，它是一样的。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短元音的发音。现在呢，首先我给大家先来展示一下发这个音的时候，还是一样，嘴唇微微的张开，舌尖呢还是抵下齿，这样子啊，哎，抵下齿，舌前部抬高一，哎，你稍微一抬高，这个音就完全形成了，然后嘴型呢是呈扁平的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音啊，一，一，哎，舌前部稍微一高就变成一。如果你要是舌前部没抬起来，就变成了一啊，所以这个音呢是信口即来，只要舌头稍微动一下就好了。舌前部抬高，体会一下这个动作，一，一。继续呢，我们将进行的是另外一个音标的学习，这是长元音的发音。通过我发这个音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
发这个音它的要领主要是有三部曲，首先呢你是嘴型是扁平，哎，这样子，然后上下齿微微的张开，然后舌身放平，也就是舌身放平，所谓舌身啊，就也就是舌头而已，然后舌中部是微微的稍微的抬起，所以这个音发音呢也不是非常难困难，非常容易啊。大家看一下我的口型，哎，肌肉略微的紧张一点，因为你的两个牙齿呢还中间还是有缝隙的。继续我们讲为大家推荐的是短元音的发音。首先还是一样啊，我来为大家展示一下，请看我的这个口型。舌中部微微隆起啊，发这个音三部曲，嘴唇微微张开是第一步，第二步舌头自然放松，第三步它的舌中部微微的隆起，哎，发音就好了。看一下啊，接下来呢我们将为您介绍的是今天的这个音标，请大家还是一样啊，看我的这个口型示范。发这个音呢，这是一个长元音，发这个音的时候呢，双唇啊收的小而圆，向前突出，这样子，看我的嘴巴啊，就这样子，并向前突出，呜，这样子，舌身往后缩，也就舌头向后缩就行了，呜呜。继续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短元音啊的发音。发这个音呢可以看得出来哈，首先口腔张开啊，跟刚才那个完全是两码事儿，刚才是开收缩，现在是开放，口腔打开，然后嘴张大，舌头呢是向后缩，双唇稍微的收圆，口腔张大啊，这样哦，哎，嘴张大，舌头向后缩啊，往后，双唇呢稍微的收圆，那么你张大就啊，就是张大，然后收圆一点点就是啊，这样子哦哦。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长元音呜的发音。发这个音还是一样，首先我为大家演示一下，请看口型，呜，嘴型呢是小而圆，微微的外凸，舌头尽量后缩，还是三部曲，嘴型小而圆，舌头外，哎，就微微外凸，这样，哦，然后舌头尽量后缩，哎，好，这个音就发出来了，呜。和长元音呜相比，发这个音呢哈，它主要是舌身要往后缩，嘴巴那个要收的小而圆，并且向前突出，喉咙有一些紧张感，哎，想一想我们这个火车响的时候跟那个呜有点像啊，这就更容易模仿一点。接下来我们将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音标，首先呢还是看我的展示啊，哎，发这个音的时候呢，它是嘴唇是张开，略向前突出，跟那个前面那个长呜还有点像啊，张开，这样子，然后略向前突出，嘴唇现在突出的动作就这样，然后嘴型呢收圆并放松一点，就不要那么紧张，因为发那个音长音呢，经常会感觉到腮帮子或者嘴型的嘴巴周围的肌肉觉得有点紧张，发这个音的时候呢，哎，唇型稍微收圆，稍微收圆。这样子，然后并放松，舌头还是一样后缩啊，呜呜。注意发呜的时候，提醒大家说要注意的是嘴巴的形状，它会直接影响到发音的效果。因为嘴巴张开啊，略微向前突出，舌后部向上抬起，发短音即可，呜呜。哎，有些人这个就不是嘴巴张的，就不往前突出，呜呜。啊，就随便把嘴巴一张，哎，这就你就发音就不到位了。为什么就说有些人哎觉得说出来的话或者什么字儿很清楚，有些人就很短呢？就是因为哎真的偷着一点懒呀。虽然嘴张开了，嘴巴一定要往前倾一点点。接下来我们将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长元音啊的发音。发这个音的时候呢，很简单，我们中国人很习惯，因为我们经常看到祖国大好河山的时候就说啊，但是你只需要一个动作变化，就是舌这个下巴壳放低，哎，这样子，口腔打开发这个音啊，口腔打开，嘴张大啊，这样子，舌身放平就自然放松，舌尖不抵下齿，实际上就是舌身就是自然放松就行，下巴收低，放松发音啊啊啊，哎，注意事项呢，就是要注意这个舌头不抵下齿，也就是说你要放松，千万不要
把舌头就是抵到下齿上，这样发音就会比较累一些啊。好，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什么样的字母或者字母组合发啊这个音。嗯，发这个音唯一跟这个感叹词，中国的感叹词啊不同的就是舌下巴颏收低就完了，夸张一点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让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新的音标是什么。首先还是一样，请看一下我的展示啊啊。发这个音的时候呢，嘴唇是微微张开，伸向两边，舌尖轻触下齿，就是轻轻的挨着下齿，这样哎，轻轻的，舌后部稍微抬起，哎，你想一下，舌后部在哪儿啊？舌头的后半部分。好，我们再体会一下这个动作啊，啊啊啊，现在你伸出两个指头来，放在上下齿之间，哎，就两指的高度正好就是发啊这个音的嘴巴需要张开的这个张度，然后舌尖舌头抵住下齿，哎，这样子，然后发音好了啊，哎，你看着这个程序很啰嗦，实际很简单啊。哎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将进行的是另外一个元音的学习。继续这个元音呢，是英语音标里面就是嘴巴咧得比较大，嘴型比较怪异的这种，因为我们平常说话，中国人说话很少有这样一个嘴型，这个叫梅花音。首先看我一下展示，哎哎，发这个音的时候，先是嘴要张大，然后尽量拉向两边，就是又要大又要宽，你不要光注意了大就不注意了宽，也不要注意了宽就不注意大，那就说先张大哎，然后再尽量向两边拉宽，这样呈扁平形，像我这样的，然后舌尖抵下齿，这样子啊，很简单，一点都不复杂。好，继续呢，让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样的字母或者字母组合发啊的音。嗯，这个音听起来像鸭子叫哈，很干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短音哎的发音。这个音呢，一看我的嘴型就知道了，非常的轻松，非常的容易啊。发这个音的时候呢，唇形是扁平的，舌尖抵下齿，哎，我们经常要用到舌尖抵下齿这个动作，所以请大家千万要把这个给学会了啊。唇形扁平，这样哎，一张嘴就来，让舌尖抵下齿，呀，舌前部稍微的隆起啊，稍微前部稍微抬起一点点，哎哎哎，这是一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张嘴即来的动作，非常有点像打招呼的时候，哎哎，就嘴巴一张就来了。好，接着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双元音 A 的发音。双元音呢，根据它的这个顾名思义呢，也就是由两个元音组成的元音，就叫做双元音。然后发双元音的时候，它跟这个单元音就不同了。我们前面介绍的那些呢，就是把嘴型只要摆对，然后发音就好了。但双元音呢，它是嘴型呢，经常会从大到小，或者从小到大，或者从扁到圆，或者从圆到扁，所以它口型呢有这么一个。有一个变化的过程。比如说发 A 这个音其实蛮简单，我们之前介绍过 A 就发完了 A， 我们也介绍过。那发 A 这个音呢，它嘴巴是从大到小，往往双元音呢是前面那个音重读，后面那个音读轻一点，然后口型呢由半开到合，因为发 A 就是嘴巴是半开的啊，这样子，然后然后再过渡到这个这个音，那就变成了 A I E A， 字母 A 就发这个音。我只不过是把它程序和动作全部扩大放慢给你演示了一下。实际上平常我们读的 A B C D 的，很多人都说 A B C D， 然后嘴巴连动都不动，这样的话你的音不可能出来是好听的哈。要好听呢，就一定要把嘴就不要偷懒，每个动作做到位。发音呢也是这样的，要从 A 向 E 滑动，所以整个嘴型呢是变化的，从半开到合。哎，你单独发成 A 或者单独发成 E， 哎也不行，E也不行，必须是 A。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双元音 I。 首先呢还是一样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，请看口型。发这个音的时候呢，它是由 A 和 E
两个单音组成，还是跟前面那个 A 是一样的，也就是前面的 A 要重读，后面的 E 要读轻。口型呢也是前面的嘴张大，后面到合，与字母这个我 I 这个音是一样的哈。发 I 这个音的时候呢，牙齿也是刚开始啊，嘴巴张得很大，后面到全部牙齿要全部闭合，一啊，全部都闭合了哈，然后再过渡到一这个音。再来一遍啊，看一下 ，I， 接下来我们将要介绍的这个音标，请大家来看一下展示。哎，这个音标蛮简单的啊，很干脆 ，oi， 它也是叫双元音。哎，它是由 o 和 e 两个单音构成的，前面的读重，后面那个读轻，然后呢，双唇是由 o 圆形的到 e 扁形的，这个口型呢是由开哎到合的，所以呢，这个音呢是非常容易读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发这个音的时候呢，牙齿也是 o 是全开的，然后 e 也是全闭合的 ，oi。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双元音 ao 啊，首先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u。ao， 它是由啊和u两个单音组成的，啊重读，u读轻一点，口型是由大到小，啊大，u就小。它的发音呢，舌位比较低，然后呢，双唇要把它收圆一点，舌后部呢逐渐慢慢抬高啊 ，ao， 哎，其实蛮简单的，只要你两个单音会发，这只是多了一个过渡就是了。继续，我们将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另外一个双元音 ，l， 发这个音的时候呢，是由 a 跟 u 两个单音组成 ，l 的发音也是一个过程，口型呢是由半开到小，因为 a 是这样子的 ，u 是这样子的，所以呢，它与字母 o p q o 发音是一样的 ，l，a u。l， 继续将要进行的是我们的另外一个读音双元音 e 啊，哎，发这个音的时候呢，它是由 e 和 a 两个单音组成， e 重读， a 读轻一点，双唇始终是半开的。需要提醒各位注意的是，嘴巴不要张得太大，先发 e， 再很快滑向 a， e a e a e a。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双元音 l 的发音，这个音呢是由 a 跟 a 两个单元音组成，前面还是一样重读，后面读轻，然后舌端抵下齿，哎，这样子，然后双唇是半开的，然后 a 有些类似于 a 的音哈，然后先发 a 的音，然后再发 a 的音 ，OK，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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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进入我们下一个双元音的学习。u 啊，哎，这个音呢很简单啊，只要双元音单个的你都会，这发起来就蛮简单的。u a u 啊，两个单音组成 ，u 重读 ，a 读轻一点，双唇由收圆到半开，先发 u 的音，再发 a 的音，注意啊，哎，不能把 u 发得太长就。过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将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大部分，就是我们完全进入了辅音的这个环节。辅音，辅音，顾名思义就是辅助别人的音，叫做辅音。刚才以上我们介绍的那些呢，都可以独立自主成为一个音，而辅音呢，它都不能独立自主的做事情，它只能配合别人，所以呢，叫做辅音。好了，辅音，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辅音叫。发这个音的时候呢，双唇是紧紧闭住的，然后快速张开，让气流冲出口腔。三部曲：双唇紧闭，然后快速张开，气流冲出，啪啪。这是一个爆破音，声带不震动。摸一下什么叫声带，这个地方叫声带啊，声带不震动。你发啪这个音的时候，哎，这个嗓子这儿是没有，就是摸不到触动。继续，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跟相对应的浊辅音，它叫做 b， 它所谓跟它这个发音规则完全是一样，双唇紧紧闭住，然后快速张开，嗯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然后呢，这个发出爆破音 b， 发这个音的时候，你用手摸一下自己的喉结这个位置哈 ，b， 能听到这个地方有震动，试一下 b， b。
继续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辅音的发音。发这个音的时候，首先是舌尖抵住上齿根哈，上齿龈，因为我们之前的元音很多都是舌尖抵下齿龈，这边呢正好翻过来了，很多辅音舌尖抵上齿龈，这样然后憋住气，突然弹开舌尖，让气流从口腔中喷出来，但是声带不震动。我们试一下，舌尖抵上齿，憋住气，然后弹开舌尖，你摸一下，这声带是不震动的哈，震动就错了。发音呢，它是短促而有力。接下来我们将要介绍的这个音标，首先呢，请大家来看我的示范，是的，它跟发时候的这个口型是一样的，舌尖抵上齿龈，这样子，然后憋住气，弹开舌尖，气流从口腔喷出，但这一次你要摸一摸，声带是要震动啊，听一下啊。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辅音呢是咳，发这个音的时候呢是舌后部抵住软腭，这个软腭这个位置你得好好仔细琢磨一下，看一下我们那个图在什么位置哈。舌后部抵住软腭，憋住气，然后突然间离开，将气送出，像咳嗽一样。其实说的简单一点，其实就是咳嗽，咳咳咳。发这个音的时候声带不震动啊，你要注意摸一下这个嗓子，如果震动了就发的不对了啊。想想你平常怎么咳嗽的，咳咳。继续我们将要为您介绍的呢是辅音咳，发这个音的时候呢还是一样，先看一下我的口型，舌后部抵住软腭，这样子，然后呢憋住气，舌头呢突然间离开，把气送出来，但是声带是需要震动的，摸一下这里啊，咳咳咳。继续我们将要为您介绍的呢是蛮容易的，因为拼音里面也有，它跟拼音里面发音没有什么太大差异啊。首先看一下啊，双唇呢是微微的张开，舌头自然放松，气流从上下齿缝间送出，但声带是不震动的，这个可能需要大家认真体会一下。虽然这个音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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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容易，但是呢你要注意，这很多动作不能做得太夸张，嘴唇微微的张开，舌头自然放松，气流从上下齿隙间穿过，声带不震动。接着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辅音 z， 现在呢还是一样，先看我的口型 z， 它与发 s 的时候口型是类似的，双唇微微张开，舌头自然放松，气流从你的上下齿隙间送出，声带是需要震动的，看我的演示啊， z z z。 好，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辅音是 sh，发这个音的时候呢是双唇收圆并略微的突出，然后舌头微微的上卷，这样子，舌尖接近上齿龈，但千万不要抵住，你一抵住这气儿就送不出来了。所以人家所说的每一个动作呢，我们尽量做到就很简单，千万不要使笨劲儿啊。然后送气，声带是不震动的，双唇收圆，嘘嘘嘘。 OK， 接下来我们将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辅音日，跟上个一样，就是首先呢就是舌头这个嘴唇收圆并且向前突出，然后呢这个舌头上卷，然后送气，声带这把是需要震动的，日日，能摸到这个震动的声音。好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辅音是嘶，现在呢先看我的演示，请看口型，发这个音的时候呢是双唇略微张开突出，这样子，然后舌尖抵住上齿龈，舌尖抵上齿龈这个动作，用力吐气，声带是不震动的，嘶嘶。好，继续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辅音 z， 发这个音的时候呢它还是一样，和嘶都一样，双唇略微的张开突出，舌尖抵住上齿龈，用力吐气，但是声带去震动，吱吱，你能感觉到抖动。接下来将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辅音，发这个音的时候呢，上齿轻轻的接触下唇，轻轻啊，千万不要咬住，咬住就发不出来了。经常有人说，哎呦，这个音怎么这么难发呀？为什么要上齿接触下唇？应该这样的动作，然后吹气，
让气流呢是从这个唇和上牙齿之间通过形成摩擦，但声带是不震动的。我们来体会一下啊，上齿接触下唇，好，继续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辅音，这个口型呢跟发音的时候是一样的，上齿轻轻接触下唇，然后轻轻吹气，让气流从牙齿跟嘴唇之间的空隙通过，然后呢声带是需要震动的，跟我一起来感受一下，OK，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辅音呢，有点像人的眼睛竖起来哈，它发这个音的时候呢是舌尖微微的伸出来，上下齿轻轻咬住舌尖，你千万要记住，可不要紧紧咬住，如果紧紧咬住这个音就发不出来了，送气，声带不震动啊。这几个动作千万不要有一步做错，因为很多孩子在发这个音的时候，包括我自己的侄女都会告诉我说，哎呀，这个音怎么会这么累，其实很简单，主要是这个舌头一伸出来，很多人就咬住了以后这气儿出不来，然后声带也震动不了，然后后面那些动作都实现不了，所以一定注意，这个音没有别的，只有轻轻这两个字，你要体会好。哎，你看一下我啊，舌头舌尖伸出来送气，咬，轻轻的咬住啊，接下来我们将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另外一个跟它相对应的这个辅音，叫它的口型是一样的，舌尖轻轻伸出，还是这样，哎，上下齿轻轻咬住舌尖，轻轻的啊，千万不要使劲啊，然后声带震动，发这个音的技巧，首先要轻轻，再一个你要完全放松。好，接着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音标是，请看我的口型，发这个音的时候，舌尖先抵住上齿，哎，上齿看一下啊，这样子，然后堵住气流，使气流呢从舌尖和齿龈间送出，声带是不震动的。好，继续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个辅音，首先请看示范滋，它和发呲的时候呢，这个形式是相似的，舌尖先抵住上齿，堵住气流，使气流从舌尖和齿龈间送出，然后声带只有一点不同，声带震动，你可以摸一下，滋滋滋。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音标，发这个音的时候呢，双唇收圆向前突出，然后舌尖上翘抵上齿龈，采取发呜时候的姿势，但是声带是不震动的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双唇收圆向前突出，这样，然后呢舌尖抵上齿龈，然后呢采取发呜的姿势，声带是不震动的，注意摸一下喉结。接着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发音，发这个音的时候呢，还是跟发喘时候是一样的，它是双唇收圆向前突出，舌尖上翘抵上齿根，然后呢采取发弱的姿势，但是声带需震动，看一下啊，摸一摸，震动，转转转。 OK，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音标呢是，哎，发这个音的时候就全身要放松，哎，然后就很容易发。首先呢是嘴唇自然的张开，然后自然的呵气，声带没有任何的震动。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 r 的发音，发这个音的时候呢，舌尖向上卷起来，哎，这样子，舌头呢不要接触任何部位，你千万不要抵着这儿或者碰着那个地方，就是舌头上卷，在空中晃荡都没关系，千万不要接触什么地方，双唇呢稍微突出，这样子，然后声带震动啊，一起来体会一下这个音，好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辅音的发音，发这个音的时候，首先是舌尖抵住上齿龈，这个动作在辅音里面经常会用到你，所以一定要学会舌尖怎么样抵住上齿龈，看一下啊，舌尖上齿龈，然后舌尖轻轻的用力弯曲，然后气流从舌的旁边送出来，所谓轻轻，你千万不要用力过猛哈，然后声音震动，我看
OK，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我们鼻音的介绍。所谓鼻音，顾名思义呢，就是由鼻子出音的这个音就叫做鼻音。所以说发这几个以后我们将要介绍三个鼻音。这是首先是第一个，发这几个音是非常非常的容易啊，很简单，比其他的辅音都要轻松一点。发音的时候呢，是双唇紧闭，舌头放松，然后气流从鼻腔送出。看一下我这个动作哈，声带是震动的，听一下，双唇紧闭，舌头放平，这样子，然后气流从鼻腔出来，你不能从嘴巴出来哈，声带震动，好，接着我们要进行的还是一个鼻音的这个发音，很简单哦，双唇微微的张开，然后舌尖抵上齿龈，然后气流从鼻腔里出来，声带是震动的，是这样的哈，双唇微开，这样，舌尖抵上齿龈，这样，然后气流从鼻腔里出来，声带震动，好，接着我们要再为大家介绍的呢是嘴巴完全的张开的这个鼻音。这个鼻音首先看一下我的展示啊，是发这个音的时候呢，是双唇完全是张开的，舌尖抵下齿龈，啊，上刚才那个呢是嘴巴就是微微张开发的音的时候，发这个音是嘴巴完全张开啊，双唇张开，然后舌尖放在下齿根，这样子，然后舌根自然的往上顶住气流，让气流从鼻腔送出来，说的过程很复杂，看起来很简单啊，张大嘴看看啊，所以这三个鼻音呢，我给大家一块来展示一下，第一个呢是第二个呢是第三个呢是那么每个都是从鼻子里面出来的，一个嘴巴完全闭住，一个是张开一点点，最后这个完全张大，然后这个音就出来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个辅音喔，这个音呢先是这样的，双唇缩小向前突出，我们有好多音都是这样子，双唇缩小向前突出，然后舌后部抬起，嘴巴慢慢的向两边划开，声带是震动的，喔喔。接下来将进入我们最后一个音标的学习，现在请看一下我的演示，一发这个音的时候呢，口形成微笑状，这样子，然后舌尖抵住下齿，这样子，舌面贴住上颚，这样子，声带需震动，一好，以上呢就是我们为大家共同演绎的48个音标的发音，希望你能够看完之后能够有所收获，如果你学得非常好的话就别客气告诉大家好了， Don't hesitate to tell your friends. OK， 希望我们有机会再次见面，拜拜拜拜。